微博3-1战胜 AG。鲁班纳斯上了，一波残血，这边虞姬也在跟上，赵云一个扎，扎两个，小弟在侧面，管都不管，有钱，有钱任性，复活甲站起来，有名刀还能骚，这边虞姬都走到脸上去输出了，一个正身拉到踩一脚，秒掉阿哲，这边暖阳买了一个大吸血，大吸血拿小红 buff， 拿个红 buff 吸血，这边再压，云诺也得死，伤害有吗？伤害有吗？控制有吗？要麻没麻，要啥没啥，啥也没有。76分钟，让我们恭喜背靖微博，没办法，我这把我真的是，我觉得这把是拿到关键一分，没救局。目前北京微博积分是2胜1负，没救局，没救。伴随着本场比赛的结束，能够看得出来，北京微博又回到了自己最最熟悉的模式。前中期不断的打架去出专业刷满，然后到了优势的时候，通过三线专业刷满，慢慢的去滚死对手。是的。北京微博拿下了专业刷满一分，同时也宣告着深圳 DYG 晋级了季后赛的败者组。是变化，目前有2支拿到了2分队伍。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一个势均力敌。目前是在 A 组三，但是直接把时间交给评论星。BP 炸穿了，好，我觉得 BP 炸穿了。阿泽，你爱分，没问题，阿泽拿下。中头你这边过去看一眼，大胆大胆，完了哇，还好二技能解掉，没问题，再找位置。没死人，蔡文姬能奶吗？哇，那个露露拿命去换，出生没有复活甲，这边有复活，明刀附体，二技能没死。虞姬这边对点，阿泽又被二连刀，哇，花运真的准。工藤你再来，不行了，工藤打不过 A 闪。这边想喷技能，小妹 C3，4打3，4打3，我靠，这个幸运这么 C 的吗？还在点花绝，明刀附体，无限电塔，比赛结束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北京微博3-1拿下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真打不过，兄弟们，抓到死感觉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是的，伴随着本场比这里方阵前起扎了，哎，赵云扎了两个，但是伤害太高了，直接死了。这边暖阳换了复活甲加明刀，这边状态很差。哎，但是阿泽也没办法，直接死。梦奇还是倒下了一个神闪。想找一诺的位置，这里又是虞姬，顶二技能强行来点掉了公孙离中线拉到的水晶，一波要做好准备了，来了，兵线进来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3-1战胜成都 AG 唱会，拿到关键一分。目前北京微博积分是2胜1负。是的，伴随着调整状态比赛的结束。我感觉只能拉一首老干爹好兄弟下水，跟老干爹争一首季后赛名。对对对对，跟老干爹争一首季后赛名了。说实话，只能拉一首老干爹下水，兄弟们，这一首没有办法。拉一首兄弟下水。同时也宣告着深圳 DYG 晋级了季后赛的败者组。是的，其实第二周的比赛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分。这就让目前的成都 AG 现在能开的只有暖阳、拉克露露这个点，但后期的拉克露露去出一个奔浪文章，阿泽一个之前被开，有奶妈在，来起来，能不能来起来？来起来了，奶妈再来一下，但中路高地可能有点难过。怎么说这一波什么西克雷规避掉了控制？哇，哎，赵云这一张，两个后排，与其说完还不差。注意一洛的位置，一洛差点把花卷给他点死。看一下阿泽这一波开到了乔西，但自己走不掉了。梦奇还是倒下了一个神闪，顶得住吗？想找一洛的位置，一洛能不能救死？一洛顶不住呀，强行来点掉了公孙离，中线拉到水晶，一波要做好准备。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兄弟们，调整一下。星期三晚上8点钟再战，调整一下。听一下采访，兄弟们，听一下采访。关键一分，目前听一下采访。北京微博积分是。2胜1负，是的，伴随着本场比赛的结束，能够看得出来，北京微博又回到了自己最没有满18分钟，没有满18分钟，不断的打架去出节奏，然后微博获胜，微博的一血给你们结算一下，慢慢的去滚死对手。是的，北京微博拿下了关键的一分，同时也宣告着深圳 DYG 晋级了。